出来。我被吓了。哦，今天是因为忘记，我说奇怪，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呢，哎，我们还没做完，你们就来了，说要吃饭了。妈，啊，今天我这今天都来这么久了，都没有给妈妈吃饭。原来你忘记了，只有我妈妈一个人三点钟吃饭了，啊，其他人都已经吃过了，还没。三点钟吃饭是只有我妈妈一个，哦，还有我，哦，为什么我讲什么我对不起，我不会讲，嘿嘿，啊，我是说你要帮我关好不好，我是说你帮我关哦，我是说三点钟吃饭的只有我妈。